调一下温度。你看闪闪在外面看你呢，刚才你洗澡的时候你一个劲儿叫，闪闪就着急，就一个劲儿在外面挠门。你毛稍微有点厚，估计得40-50分钟啊，普通小猫30分钟就可以。慢慢在里面享受暖风熏得偶像醉。偶像，哎，给你转过来了，让你能看到屋里面，能看到好看和闪闪，这不闪闪吗？这是好看，你看看里面是你们的帅哥偶像，嘿嘿。中间梳了梳毛，烘干了后毛会更柔顺一些，偶像应该稍微适应了一些。实际上，这一个里面放两只偶像这么大的猫都可以。偶像啊，再出来梳一次，然后再给你送进去，你就可以出炉了。嗯，就是出烘干箱了啊。来，再出来一下。嗯，现在有几分熟了？老实点啊，我给你梳毛，梳规整。嗯，看看镜头。嗯，嘿嘿。着急见闪闪咋的，你跑啥，没梳完呢，过来过来，你不梳开烘干的时候它也不爱开。偶像，你自己也得翻翻身嘛，你躲在一面受热不均匀，烤出来的效果不是外焦里嫩的。好了吧，我给机器关了啊，然后送你上青天，不是送你上青云，送你上楼上。来，我出，你出来我看看，100%干好像是没有达到。蹑手蹑脚的咋了？筋骨都定住了。嗯，脑袋都干了。嗯，我再给你梳一梳啊。我想也差不多干了，但是尾巴和屁股腿上稍微差一点，脑袋呀背部啊都干干的了。刚洗完这个效果还不会显示出来，过个一天两天了你就更加漂亮了。你瞅，给偶像放回来送上楼了，这胡彦俊呐，这觉得偶像身上有那个喜香香那味儿，一个劲儿的闻呐。你瞅着迷恋上了，你看胡彦俊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猫。哎呀，行，你正好给你偶像大哥的毛给舔柔顺一些啊，待会儿得把偶像和胖虎分开，免得胖虎一闻偶像没有猫味儿了再打偶像。胖虎吓一跳，来，偶像出来，别闻了。偶像快出来，偶像出来，出来，我把这个门关上，你和胖虎得分开，要不胖虎闻你的鼻子香，他就会嫉妒咒你，没有办法。哎呦，你看你老公回来了，我给他洗了，差点洗掉色儿。你瞅胡永俊呐，招蜂引蝶的样子。我你真的，你瞅着，哎呀，这个情谊呀、啊，你浓我浓的，咋了呢？不好意思摆 pose 了。
先把胖虎关那边。哎，挺好，洗完一只猫了，明儿个再洗别的猫。